林书伟过了姐夫这一关，被德威盖过。这球到了禁区，以及从 mini 库三分外线，哇！再调整一，连线 Walko， 再给德威选择外线的投射三分球。之后，对啊，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，真的是叫做职业化了，是，所以那个时候的球迷可以那么支持，也是很感激。到美国去看那些球赛啦，对，因为得分手，差距来到22分，这边德威应该可以打了。德威想要指导一下小老弟，上个课，转身小抛投有得分，哇！上个你真的是心理上面，我觉得比身体煎熬还多啊！是，好球，好球，简浩给助攻。德威三分外线就在他的师父正文里面前。